铁人没有下来。谢谢韩教练，谢谢小易。这个胜利真是赢得不简单啊！多亏你的放水，才有今天的小伟，还有押韵哦。这雨怎么越下越大？他们两个也很强，他们两个，很棒。我要是有他的身高就好了，可恶，每次都跳得挺累。很好啊，这就是我瘦身的成果。小英，你笑得很不自然哦。没事。是他状况不好，因为他今天感冒。给人打一下。啊！进不了了，稍微给好不好？那边调一下。黑灯镜了，黑灯镜。看到打一个，看。小轩，打一下，我请你快点，打一下，我请你。好，小轩，打出来，我请你。他现在多大了？多大？国小四年级。他是家庭得意门生。国小四年级就很厉害了呢。他一直跟着家庭在踢球。我到国中二年级才知道什么叫做羽毛球，你知道吗？爸爸都在摘起来回去。今天我陪你，我国二年级才知道什么叫羽毛球，他现在这么厉害，果然是高手。这个将来一定很厉害。对啊。现在小朋友很幸福的，都很早就接触这个羽毛球。四年级就这么高了。